很适合像他这样扎发，然后拿个什么草包啊，然后就是漫步在那个沙滩上。高个人你也不会嫌诡异诡异的长度，小个人呢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整，它是皮底比较不会坏掉的铁扣，所以肩带是可以调整。再来呢，这一件呢，我说真的孕妈咪也可以穿，然后这一次我用的料子是比较挺料的，但如果你懒得整套就一样一定要吊起来就好。然后屁股的话也没有什么走光曝光的问题，就在 one piece 穿就好了。而且下摆我是给大家一层很简约很简单的小蛋糕，就这样而已，上面呢修身到极致。然后刚刚大家对于胸围的那个问题比较多，那我本身是32C， 那其实我前面还有这样子的空间，那侧边的话呢，我觉得其实穿到34的女生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如果呢你胸部再大一点，女生可能就要像妞儿说的，是把那个绳子给放长，让这边的那个宽松度比较多一点。然后跟大家说这件白色完全不透，因为你知道我刚才发现我穿了一个粉色的那个，完全没有把颜色透出来，然后完全你不用再内插安全裤。